You see, in this kind of a fight,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 the civilian population. And if you drive them into the arms of the enemy, you replace a tactical victory with a strategic defeat. So I have repeatedly made clear to Israel's leaders that protecting Palestinian civilians in Gaza is both a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a strategic imperative.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Israel's closest friend in the world. Our support for Israel's security is non-negotiable, and it never will be. 其实哦，美国这样子讲是不是因为选举的关系？因为有很多人哦，他讲这个就一句话形容叫废话。哎，对，就废话。我跟你讲，他同时做两件事，他一方面把那个人道的物资啊运到加沙，那一方面把那个专门炸碉堡的炸弹运到以色列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，我们知道这个战争重启才一天嘛，对啊，你知道死多少人了吗？哇，南加沙，他去炸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埃及跟以色列的边境那个拉法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 Unis， 就是南加沙最大的城市啊，才一天重启战争就死了700人，啊，这么快哎，700哎，就表示他真的是很凶嘛，他就是用得很凶啊。加沙卫生部啊，说你这个是还没有，我那700是在这个之外。对，我找这个数字给大家看，你知道吗？加沙已经有超过15200人死亡，而且里面4万多人受伤，而且里面有70%是小朋友、妇女跟儿童，跟儿童。对，对我就问嘛，你杀了15000多人，对，那最后里面有几个是哈马斯？当然是极少啊，想也知道啊。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以色列到目前为止，他伤亡的数字就一直是1200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说你这个是自卫权已经完全不成立了。对对，因为北加沙已经被你毁了嘛，你现在哈马斯对以色列根本没有大规模攻击的能力。对，那你还说你是挨打的份而已？对，你还说你是自卫权？那以色列现在有用什么新武器还是什么新战术在攻南加沙吗？就是美国给他那个炸碉堡的炸弹啊。难怪啊。800多个隧道速解，500个就毁掉，然后毁那么快的，就是美国给的武器。对啊，所以才会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有时候设定了，然后那个整个楼就这样垮下来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楼里面的人都走掉了？他都不知道，他没有在管，他不会管你呢。对啊，他就跟你讲说这里我要打这里了，你们赶快离开了。那他还会来清查吗？说人走光了没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这个爆出来死伤那个样子都是被活埋的样子嘛？好可怕哦！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当地的居民很可怜啊。他说哪里是安全的？你叫我们走，那你告诉我哪里是安全的啊？没人知道我们能够撤去哪。将近200万的巴勒斯坦人，几乎加萨全部的人口，现在全部挤在南加萨。然后现在以色列要进攻南加萨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是种族毁灭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呢、啊。好，美国刚国防部长讲了嘛，讲了一堆，亮哥形容叫做废话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，这个就比较实际了。对，拜登的选票在流失当中哦。美国几个摇摆州的穆斯林领袖哦，他们不支持拜登了，他们的口号叫做放弃拜登，立即停火。蛮多州的，密西根、明达、苏尼州，然后明尼苏达，然后 Arizona。啊，威斯康星、佛罗里达、乔治亚州、内华达州，还有宾州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两个州，据我了解哈，密西根，还有乔治亚，因为拜登都只赢一点点，比如说我讲那个乔治亚，所以乔治亚拜登上次只赢20000票啊，那在这里的阿拉伯裔的人有50000人，哦，所以你就知道看你怎么办啊，那密西根。大概阿拉伯裔在这里大概比较多了，大概有20几万人。可是问题是拜登怎么想？拜登就想说，11月才选啊，不然你要投给川普是不是？川普不是更强力吗？所以我是觉得有点吃定他们了，就说因为阿拉伯裔本来就长期以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，对，那难道你要支持川普吗？川普是要阻止穆斯林的人入境哎，我拜登还把这个给废了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所以我认为拜登根本有点吃定他们，他就想说以色列了不起就打到2月吧，
哦，弃权呢？啊，十一月还早啊，十一月还早啊。我认为他真的是这样想，所以他现在。可是我跟你讲啊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啊，你布林肯已经被公然打脸了。对啊，因为布林肯第三次去以色列，他就扬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说你不可以打兰加萨，对，照打。对啊。然后第二个，没在管他，未来成立新政府，必须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人请过来。对，以色列也不管啊。以色列说不行啊。是啊，嗯。然后他直接说不行，跑到兰加萨的难民，你要让他们回故乡。对，以色列也不敢，不愿意。嗯。所以你看这三点，就赶尽杀绝嘛。而且这三点完全都违反国际法。嗯。所以他照干啊。嗯。所以我讲白了啦，这已经到军事了。你讲外交都没用、啊、嗯，所以我跟你讲哦，我就预言啊，如果接下来美国也置之不管啊，我认为会发生惨烈的事情、啊、什么样的事情？比如说国际恐攻啊。对，我就想讲，你看哦，美国现在军舰也被攻击了。是啊，这算没大事，因为是无人机有被拦下来、嗯，但美国国防部也证实哦，一艘美国军舰卡尼号还有多艘。各位，商船哦、喔啊，在红海遇到袭击哦，所以现在专家，而且医生，你讲的这个还是在红海，哎、欸，还在红海比较敏感地区。那如果是在欧美境内呢？对，以巴冲突扩大到海运贸易，不，你这个还算是在周边、啊。今天巴黎就有恐攻啊，我知道了，而且很多都是针对个人、嗯。对，那如果开始针对聚众的地方。公共设施，哎、欸，亮哥，你讲到重点，要圣诞节了，是啊，圣诞市集，是啊，历年来发生过很多次恐怖攻击，就是在这个时间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说哈，实在是不想讨论这个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以色列这个礼拜这样打下去哦，对，而且他自己你的作战计划，他认为至少要打到明年一月，那刚好就跨过你的圣诞节，对，圣诞节加跨年呢，我会出事啦，我跟你保证会出事啦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